家好，欢迎参加 YCT 三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YCT 三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YCT 三级考试。YCT 三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35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10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爷爷最喜欢吃香蕉。爷爷最喜欢吃香蕉。我在动物园里看到老虎了。我在动物园里看到老虎了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？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？二，这本书我读过，很有意思。这本书我读过，很有意思。三，这是飞机，不是鸟。这是飞机，不是鸟。四，来，看这里，笑一笑。来，看这里，笑一笑。五，把面包吃了再去学校。把面包吃了再去学校。六，跳舞的那个人就是我妹妹。跳舞的那个人就是我妹妹。七，和我一起去打篮球吧。和我一起去打篮球吧。八，这两只小猫真可爱。这两只小猫真可爱。九，医生，我的耳朵疼。医生，我的耳朵疼。十，我很快就写完了，别着急。我很快就写完了，别着急。第二部分，一共10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起床吧。不，我想再睡10分钟。起床吧。不，我想再睡10分钟。
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五题。十一，我能进来吗？当然可以，找我有事吗？十一，我能进来吗？当然可以，找我有事吗？十二，你姐姐没回来？没有，她和同学去唱歌了。十二，你姐姐没回来？没有，她和同学去唱歌了。十三，谁还没听懂？老师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十三，谁还没听懂？老师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十四，外面天气真冷。是，你也来喝杯热茶吧。十四，外面天气真冷。是，你也来喝杯热茶吧。十五，我们今天还要去医院吗？不去了，把药吃了就可以了。十五，我们今天还要去医院吗？不去了，把药吃了就可以了。现在开始第十六到二十题。十六，这只老虎是你画的？不是，爷爷，我的画在这里。十六，这只老虎是你画的？不是，爷爷，我的画在这里。十七，这不是你的衣服吧？不是，这是我爸爸的。十七，这不是你的衣服吧？不是，这是我爸爸的。十八，别看电视了，九点了。明天不上课，我想十点再睡。十八，别看电视了，九点了。明天不上课，我想十点再睡。十九，你穿鞋要去哪儿？同学叫我去打球。十九，你穿鞋要去哪儿？同学叫我去打球。二十，妈妈，我们还要买什么菜？再买几个鸡蛋就可以了。二十，
妈妈，我们还要买什么菜？再买几个鸡蛋就可以了。第三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现在开始。第21题。21，你每天早上几点起床？你每天早上几点起床？22，你中午吃饭了没有？你中午吃饭了没有？23，请问您去哪儿？请问您去哪儿？24，这个西瓜多少钱？这个西瓜多少钱？25，你会不会游泳？你会不会游泳？26，这个礼物是谁送给你的？这个礼物是谁送给你的？27，我喝果汁，你呢？我喝果汁，你呢？28，妈妈，你喜欢什么颜色的玫瑰花？妈妈，你喜欢什么颜色的玫瑰花？29，你哥哥足球踢得怎么样？你哥哥足球踢得怎么样？30，坐在最前面的那个学生，你认识吗？坐在最前面的那个学生，你认识吗？
第四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今天几号了？今天三号，明天就是你的生日。哪天是他的生日？今天几号了？今天三号，明天就是你的生日。哪天是他的生日？现在开始第三十一题。三十一，水热了，快去洗澡吧。好的，我这就去。男的让女的做什么？三十一，水热了，快去洗澡吧。好的，我这就去。男的让女的做什么？三十二，你看见我的杯子了吗？蓝色的那个。在椅子上呢。那个杯子在哪儿？三十二，你看见我的杯子了吗？蓝色的那个。在椅子上呢。那个杯子在哪儿？三十三，小月，你弟弟几岁了？六岁，很快就要上一年级了。小月的弟弟几岁了？三十三，小月，你弟弟几岁了？六岁，很快就要上一年级了。小月的弟弟几岁了？三十四，你昨天晚上怎么没上网？我的电脑坏了，所以就没上。男的为什么没上网？三十四，你昨天晚上怎么没上网？我的电脑坏了，所以就没上。男的为什么没上网？三十五，这个白色的裤子怎么样？很漂亮，比黑色的好看。女的觉得白色的裤子怎么样？三十五，这个白色的裤子怎么样？很漂亮，比黑色的好看。女的觉得白色的裤子怎么样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